终于到了吃饭的时间，跟我一起去吃饭吧。今天的中饭呢，有鸡肉，然后煮了西兰花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这种乳酸饮料。这就是我的午餐了，今天吃得很快，因为要上课。我上课完了之后，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小时的 lab 训练，所以呢，我得先去玩了，拜拜。出去走一走，刚刚吃完饭以后，现在打算出来走一走。今天天气特别特别好，哇，天好蓝好蓝，好漂亮。因为我们的办公区呢离海边比较近，所以风很大。没有想到5分钟这么快就结束了，要回去上班了。终于下班了，我们的楼梯间超好看的。今天是情人节，所以我们要去一个餐厅吃饭。拜拜啦！